说让大家过了。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啊！您把那个老师啊，您把他们那反送给他们打开，他们都听不见说话，这里还漏了一个呢。他刚刚在我耳边说，你是91年也没出生，对不对？你出生了，你出生了，你回去。你出生了，你回去。你是说什么？你是说91年你在青春期是这意思吗？你也不，你跑来凑什么热闹呢？他是不是？嘿，真是啊！好，叔叔耳背，着什么急？那我再问问你，他跟我说话我也没听见。91年你出生了吗？出生了。出生了，哎，不是你，你出生了你也回去，对，你也回去，怎么回事嘛？这现场，来，91年你出生了吧？他没有。91年你出生了吧？没有。啊，91年你没有出生啊？你这里发育的不错。练唱将猜猜猜第三季荣耀归来。